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1月3号礼拜二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狮子座，今天呢是情话绵绵，约会顺利哦，感情稳定。处女座朋友恭喜哦，是股市获利，轻松的理财，财运特别好。天秤座朋友呢，今天是健康平安，工作稳定，一切顺利。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巨蟹座的朋友哦，你身体有一些发炎现象，要注意牙齿疼痛的问题。水瓶座的朋友呢，则是鼻子过敏啊，要小心感冒了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颜色跟数字要推荐给你。火象星座请你用咖啡的颜色，数字8；土象星座请你用粉红的颜色，数字7；风象星座请你用蓝色，那么幸运数字是1；水象星座请你用金色，幸运数字是9。